袁冰李娜因热恋期就照手曝光，男神一脸害羞，爱妻幸福甜笑。6月8日，结婚5年一直相当低调的袁冰李娜因夫妇罕见同框照曝光，据悉这是9年前的合影，与现在的颜值并没有太大差别，冻龄颜值很是令人羡慕了。现年42岁的韩国男神袁冰和41岁的女星李娜英在2013年公开恋情，并于2年后在江原道某民宿附近低调地举行了婚礼。同年12月，他们的儿子顺利出生。照片中，袁冰和李娜英都穿着长袖，应该是在秋冬季节，他们一起坐在餐厅内，男神托腮看向前方，面露幸福的微笑，表情中还透着一些娇羞，都不敢看镜头，反而李娜英更加主动，倾斜着身子靠近袁冰，笑容灿烂，气质大方，他们的脸上疑似还贴着红唇印。热恋期的男神女神氛围真的超甜啊。袁冰和李娜英的同框合影首次曝光，热恋期的男神袁冰满脸羞涩，女神李娜英落落大方，气质动人，两人真是太配了。